殿下，裴行俭来了。卑职参见曹王殿下。把琉璃叫过来。是。裴行俭，待会儿你俩见面的时候，不介意本王在场吧？说实话，不论是对你，还是对他，本王都有点不放心。 杨妃，裴行俭来了，殿下让我带琉璃过去。琉璃。 殿下把琉璃叫来，不知有何吩咐。裴行俭担心你的安危，又不信你已经归顺于本王，所以特地安排你们见上一面，以解左卫律的相思之苦，也好让他死心塌地的归顺于我，免得你俩日后各为其主，伤了感情。殿下此言差矣，我和左卫律并无情分。 他是他，我是我，琉璃不过是资深难保的可怜人，哪有那么大脸面说服左卫律改其归顺？他若是归顺曹王，不是琉璃的功劳；他若是一条道走到黑，也请殿下不要迁怒琉璃。哼，琉璃，我知道你还在生气，我也不奢望你能原谅我，你恨我也好。 怨我也罢，我无话可说。只是我真的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般田地。我也没想到恒大府开的药丸，竟然是致命的毒药。我更没想到，从始至终，我越是想护着你，就越是害了你。没想到，好轻巧的三个字，左卫律暗中做了那么多事。 11年前改了我的签约，11年后将我阿娘的金针拱手让给卓锦娘，致使卓锦娘如愿夺取了我阿娘天下第一针的称号。之后你还嫌我不够惨，居然将毒药充作治病疗伤的灵丹，让小顺子和我吃下。如今我人不人鬼不鬼，活着不见天日，死了没有颜面再见阿娘，这一切都拜你所赐。谁知到头来你一句没想到。 就轻轻巧巧的一笔勾销了，琉璃，我知道你心里委屈，的确，是我裴行俭对不起你。你放心，无论如何，就算他是我的性命，我也会治好你的病。 裴行俭，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？我不怕死，我怕的是直到死，阿娘的冤案仍不能真相大白，阿娘天下第一针之名仍被杀母仇人篡夺。我好恨，恨自己一时大意，没能擦亮双眼。
好好看清楚你的真面目，刘丽。裴行俭，你好好记住我刚才说的话。你虽救了我数次，但也害了我数次。如今我再也不亏欠你什么，你我从此恩断义绝，再无瓜葛。 之见，不必和他们计较。男人还是前程更重要。琉璃，你也见了，锦绣前程本王也许给你了，打算何去何从？给个痛快话。前程，富贵，我裴行俭都不需要，我只要琉璃，请曹王殿下据实相告。 琉璃的毒，究竟能不能解？本王既有毒药，亦有解药。只要你归顺于本王，本王当然会给琉璃解毒。殿下既然有解药，为何不先给蒲巴奴解毒啊？本王向来都是论功行赏。蒲巴奴想要得到解药，就得让本王看到他的价值。 你和琉璃也一样，本王不养废人，也不做亏本的买卖。只要殿下有解药，裴行俭就不会让殿下失望。好。还有一件事，琉璃的真实身份，以及她女扮男装的事情不能外泄。无论什么原因，琉璃若死了。 裴行俭就是一枚废子，我真没想到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痴情种，请殿下牢记。没问题，本王都答应。本王不怕你有所求，只怕你无所求。 可惜母亲没有亲眼瞧见，若不是儿臣事先知道，恐怕真的被他这股狠劲儿给唬住了。哼，裴行俭对你还真是情意绵绵，死心塌地。 看得本王都有点感动了。裴行俭和李治是他做知己如心腹，定会相信那字条上的话。明日东宫只要调兵包围玄武门，咱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告发太子谋反。到时候再从东宫搜出琉璃为太子度身定制的九龙龙袍，那太子谋逆的证据就彻底坐实了。 这字条是小豆子趁曹王不备之际偷偷塞给我的，是小豆子的字迹没错。这字条应该不会有假。阿胜，陛下今日的情况如何？陛下依旧昏睡不醒。陛下昏睡多日。
若等他醒来再做定夺，恐怕为时已晚。情况紧急，还请殿下当机立断。 你做好准备，明日调动东宫禁军，午时围剿玄武门。卑职遵命。杨妃，殿下，时辰不早了，赶紧去给太子绣制九龙龙袍吧。杨妃，琉璃就算不眠不休，彻夜赶制，也无法在一夜之间完成九龙龙袍。 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要借故推诿不成？琉璃并非推诿，而是有一个更好的办法。说。太子对琉璃信赖有加，日常衣着都由我来司掌。几日前，我为太子新制了一件四掌蟒袍，还未来得及送去。现在只需派人将那件衣裳取来，由我将太子蟒袍上的四掌改为五掌，蟒就成了龙，蟒袍就成了龙袍。 照样可以视作太子谋逆，将四掌蟒袍改成五爪龙袍，还有一个好处，相比太子日常穿着的四掌蟒袍，龙袍只是多了小小一指，常人根本不易察觉。太子若将这件内藏乾坤的五爪龙袍穿在身上，是于人前，那才是罪证确凿，变无可辩。好主意。 一会儿烛火太暗，一会儿烛火太亮，一会儿说虫子太多，一会儿又内急。现在你又怎么了？口渴，给我添茶。你不是已经绣完了吗？你自己去倒呀。龙袍是绣完了，但活还没干完，耽误了进度，你承担得起吗？这是干什么？没瞧见我在给太子绣暗号吗？你要给太子传递消息。 你既怀疑我在暗中给太子传递消息，那就去禀告杨妃知晓，不要在这大惊小怪，搅扰我做活。叫你给我倒水呢，没听见吗？
标记？什么标记？是一个小豆子的豆子，与龙袍内胆同色，不仔细瞧也瞧不真切。他说上次曹王殿下在太子的内衣上下了毒，太子心有余悸，之后就只穿他亲手绣制的衣衫，这些衣衫就以豆子为记。他绣字的时候有没有故意躲着你？那倒没有，他还故意挤兑我，让我禀报杨妃知道。他既然没有防着你，便不会有诈。杨妃，难道就真的让他一个人去东宫送龙袍？他这万一要是存了异心，那岂不是坏了杨妃和殿下的大事？自然不能让他一个人去。你在王府里找一个婢女，乔装成上服局的秀女，让她跟琉璃一起去东宫送龙袍。记住，一定要找个机灵的，给我盯紧了，必须寸步不离，万不能有一点马虎大意。杨妃放心。王内侍近来可好？好，好，好！这好些日子不见了，轻受这许多。听说你遭了大罪，吃了许多苦，身上伤可好了？多谢王内侍挂心，我的伤已无大碍。这些日子我一直在不露院养伤，给太子殿下制衣的差事也搁置了，心中不安得很。这个是我精心为太子殿下绣制的蟒袍，希望太子喜欢。哎，来，听裴行俭说，你被曹王的人捉去了，现在没事了。我身份低微，幸得太子器重，但也因此遭人嫉恨。我如今身中毒瘾，已然是个废人。我不仅帮不了太子，可能还会成为太子的累赘。小豆子愧疚难安，无以为报。只能借着针线聊表心意。我怕是命不久矣，也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再为太子殿下制衣了。看时辰，殿下也该起身了，要不你再等等，殿下见着你准高兴。小豆子人呢？殿下，小豆子放下蟒袍就走了，说是无颜再见殿下。这是什么话？小豆子遭人设计，身中毒瘾，都是因为受我的器重，所以才遭人嫉恨，这分明是受了我的牵连啊。小豆子不是被曹王捉去了吗？怎么能来送蟒袍？小豆子可是一个人来的。和小豆子同来的有名宫女，说是上服局的，可我瞧着眼生不曾见过。小人大胆揣测，那宫女会不会是曹王派来的人？如果真是那样，小豆子送蟒袍一事定是受了曹王的挟持。上一回曹王不就是在殿下的衣裳上做了文章吗？难道他们是想借用我对小豆子的信任，故技重施？阿舍，小豆子还有没有留下什么其他记号？殿下，这衣裳我已经仔细查过了，和往常一样，小豆子在蟒袍里绣了一个豆子，只是这回这个豆子下面两个点拖泥带水的，看上去像三个点。拿来我瞧。哎，这小豆子大病初愈，体力不支，又中了毒瘾，手脚没有之前利落了，也是情有可原的。如果是被曹王逼迫，小豆子不会留下自己特有的记号。哎，殿下您说的是啊。
这豆子本就是殿下跟小豆子之间的暗号，那意思就是让殿下您放心传。如果小豆子受人挟持，他定不会绣上这个豆子啊。好久没穿小豆子为我绣制的衣裳了，快给我试试。陛下，别怪臣妾心狠。过去臣妾从未想过争权夺势，只求陛下真心待我。臣妾可以无欲无求，终此一生。可咱们的明儿怎么办？太子与明儿之间已经势同水火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臣妾的肺疾已无力回天，日日咳醒，只怕也时日无多。将来太子若是登基继位，没有陛下和我在身旁护着明儿，明儿必死无疑。臣妾别无他法，拼死也要为儿子争上一回。杨妃，陛下昨夜醒了一会儿，精神比往日略好了一些。潘内侍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听命行事，做好你的本分。杨妃想怎么样？今日会有两件大事发生。第一件是太子拥兵玄武门，被曹王所擒。第二件是陛下驾鹤西去，内侍总管潘秦海宣读陛下临终前的遗诏。宣布罢黜太子李治，改立曹王李明为皇帝。杨妃，恐怕此事没有这么容易吧？陛下前几日刚刚任命了顾命大臣，为太子已经撑上了保护伞。此时说太子拥兵造反，别说是世人不信太子不服，就连顾命大臣也会心疑的。他们自然会质疑，那时候就需要你这个大总管出面证明，让他们信服此事。我能做什么？到时候你要与我统一口径，一口咬定你的前任大总管高权是有人安排在陛下身边的奸细，一直以来在陛下的养生汤药里动手脚，这才使得陛下病入膏肓，无法医治。陛下知道高权下毒，所以将他赐死。为了查出幕后主使，陛下故意不动声色，对外宣称高权是意外身亡。就在昨夜，陛下查明高权是李治派来的人，所以才要罢黜李治，改立曹王。高权向来偏帮太子，这也是人尽皆知的事。由此以来，我的计划是不是无懈可击了？
胆！你俩居然敢拦我！杨妃有令，任何人不得擅自出入甘露殿。你们是干什么的？啊，你们王府买了菜，让我们送过来。哦，你们是来接替王老汉的人吗？对对对，就是他让我们来的。你们是何人？胆敢冒充菜农，企图混入王府？官爷饶命，我们是来找人的。这是哪儿啊？放开我们！放开我们！你们不是要找他吗？殿下说，成全你们。孩子，你还好吧？小豆子，你怎么了？你哪里不舒服？小顺子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哎呀，听裴行俭说你被草王捉了，急得我们俩一宿没睡，想扮作菜农溜进来救你，可谁知刚进门就被捉了。我连累了你们，如今我已经是个废人，你们为何搭上自己的性命来救我？孩子，没事啊。你是不是药瘾发作了呀？没事，都怪我，药是我喂的，都是我害的。殿下吩咐了，你若毒发，就给你一粒。杨妃，太子此刻穿的正是琉璃绣的五爪龙袍。好，算琉璃识时务。殿下，曹王能调动的只有王府的府兵，不过是穿上了司运进长安的胄甲，一再控制玄武门这一皇宫要隘。殿下放心，东宫禁军足以应对，卑职已准备就绪，请太子示下，出兵玄武门，阻止曹王。我不仅要出兵玄武门，还要好好会一会曹王，方不辜负小豆子的一番苦心。卑职这就调集东宫禁军，与太子殿下一同出兵玄武门。阿王明白了，你传递消息的时候暗中藏下了玄机。但是我不知道这些玄机太子和裴行俭能不能瞧得出来。你先在这儿老实待着，等天黑了再带你去曹王府见裴行俭。
是想提醒太子，蟒袍上多了一爪，蟒袍已经成了龙袍。你这计谋虽然巧妙，但会不会太冒险了一点？你可是太子和裴行俭最信任的人呐。阿翁，曹王一次次伤害太子，谋逆之心始终不死。这次我若不假意屈从，他们定会想出别的阴谋诡计加害太子，到时可是防不胜防。 各路神仙在上，保佑太子和裴行俭，吉人天相，识破曹王的阴谋诡计。若爱那家在天有灵，请保佑我们平安渡险。 殿下，府兵们经多日训练，现已整装待发，只等殿下一声令下。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，请诸位将士耐心等待。现在什么时辰了？回殿下，午时。到。 殿下，东宫禁军已悉数出动，由太子和裴行俭亲自带队。殿下，出发吧。再等等，今日一战，需万无一失。 殿下，太子和裴行俭所率禁军直奔玄武门而去。太子的兵马确实去了玄武门。太子兵马绕开太极宫，一路向北，行至剑锋门处，接着又往西，再走不多远就是玄武门了。殿下，再不出发，只怕就要晚了。 太子李治，意欲谋反，拥兵玄武门，众将士听令，在。随本王赶赴玄武门，擒拿逆贼叛党。待事成之后，诸位将士都是大唐之功臣，本王自会论功行赏。擒拿逆贼，谁拿逆贼？拥戴曹王，拥戴曹王，擒拿逆贼，谁拿逆贼？
二位，蒲侍卫，怎么今天是你来送饭？小翠呢？今天殿下有大事要做，带走了大部分的府兵，特地差我来送饭，顺便检查一下地牢，以防咱们府中空虚，让贼人钻了空子。蒲侍卫辛苦了。哎，小事一桩，二位。 整个地牢之中，我只看到你们三个人。可是这食盒里边却有第四个人的饭菜。我只是想知道，这第四个人被关在何处？你是曹王的走卒，帮他干了那么多伤天害理之事，自然对那些见不得人的事了如指掌，为何跑来问我们？我们不要赌气，也不要翻旧账。 我来找这个人是受裴行俭所托，我是来帮你们的，也是在帮我自己。刘丽已经被你们害成这个样子，你觉得我们还会相信你说的话吗？你就省省力气吧，不要再花言巧语骗我们了。我没有骗你们，也没有这个必要。你们看，刘丽现在受着毒瘾的折磨，我也一样。 曹王用这种毒药一直控制着我，我的毒瘾现在已经深入骨髓了。你们不信也罢，我长话短说，裴行俭怀疑曹王背后有一个制毒的高人，通常制毒之人都能解毒。这王府上上下下，我都已经找遍了，唯独这个地牢我没有进来过。裴行俭推断，如果曹王背后真的有这个制毒高手，很有可能。 就藏在地牢的某处。你刚才说，这牢中只有我们三人，却有四人份的饭菜，所以一定在隐秘之处，隐藏着什么隐秘的人。这几日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偶尔能听见地下传来的咚咚声。当真？ 太子李治意欲毒杀陛下，拥兵玄武门，犯上作乱，罪证确凿。本王要拨乱反正，捉拿李治这个弑君杀父的乱臣贼子。李治，还不速速出来领罪！ 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怎么在这儿？不知二位为何在此？昨夜老臣与楚相收到密报，称曹王殿下暗中操练兵马，囤积胄甲，意欲谋反，会在今日午时拥兵玄武门。
今日所见之情形，果然与密报所述一字不差。明明是太子谋反，二位这是要助纣为虐，帮太子造反吗？如今在玄武门拥兵造反的，明明是曹王你。我等受太子所托，带兵镇守玄武门，是非曲直，看的是一清二楚。你们是太子的顾命大臣，自然偏帮太子说话。让太子出来，我要与他当面对质。上。殿下，是东宫的人。东宫的兵马此时不是应该在玄武门内吗？只怕是我们入了太子的圈套。亲自。